但今天我们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自由。今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人权。图国台湾东突厥，还有太多在中国内部遭受迫害的人民，在这一天我们要一起站起来。以下仅用我的一段歌词向所有勇敢说真话的创作人致敬。把我的心唱白起来，我要唱这个歌。把我的嘴抬起来，我要唱得愈大声。把我的目睭摸起来，愈摸我愈袂惊。把我的头剁起来，你得着我的性命。感谢，平安。谢谢张瑞泉这么感人的这个分享。的确哈，自由跟人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这是我们所有有同样感受的人都应该一起努力的。那最后我们想请这现场里面最年轻的，其实也是我们最寄望的年轻的朋友们，一个年轻的学生，从这个长庚大学来的张富训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大家好，我是那个长庚大学地下的学生的地下媒体叫做耕耘的编辑。那我今天来声援的是来声援读国良心犯的这件事情。那尤其我更就是感同身受的是这四名同学。那这四名学生是在八方中学的学生校刊的编辑。那他们都是因为刊出就是纪念2008年就是藏人的和平示威活动，然后被逮捕。那在讲在声援他之前，我先讲说我自己对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感到这么有共鸣。那因为我们耕耘在正式发刊之前，我们其实有先在学生会底下先发行刊物。那我们因为揭露了就是校园里面一些真相的时候，被学校说刊物必须先经过审查才能发刊，所以我们被发文警告说我们不能再出刊，除非说我们愿意接受学校的审查。那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但是也会很无奈，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有感觉的学生其实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被选择性的打压，我们被选择性的打压，这些言论并不会被其他同学所知道。其他同学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你们会被打压呢？所以我们为了争取自己的空间，我们把社团地下化。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图国的这些学生，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因为他们无所畏惧的把他们最卑微的声音写出来。那但是我不知道说他们写的，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写的什么，我只知道是说他们的声音就从他们写出来被抓的那天起消失了。这就像是我们被迫是要去抹灭我们自己的记忆，去抹灭我们自己的声音一样，我们很难去想象这种事情，但是那就是最真实的声音。那我们想说，我们处在我们民主自由台湾，其实很多的控制也是相同的。我们在校园里面被控制，就等同于，其实就跟图国的学生在中国的西藏被打压一样，都是当权者为了避免这种声音，这种意义的声音，所以去侵犯他们，去压迫他们。那我们必须找回这个我们民主自由的这个动力。我们不能只坐想着我们民主自由的一个成果，我们必须理解这些事情，并且去声援这些在图国境内被中国打压的这些学生。谢谢这位同学哈，他们的刊物叫做《耕耘》，是长庚大学的医学系所办的一个地下刊物。那我想各位朋友可能不敢相信说，在自由民主的台湾，竟然还有在学校里面办刊物需要经过这个学校审查的哈。那所以各位可以想见，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在自由的国度里，我们并没有真的自由，我们也并没有安全。所以如果自由跟人权不继续争取的话，不共同来争取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微微可及哈。那所以接下来我想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另外一位诗人作家冯鸿哈，那他
为今天不在台湾，他非常非常的支持涂抹的运动。那他也曾经写过两首这个涂抹的歌。一杯奶茶滚烫，两片嘴唇颤抖，一个温暖的梦为何如此狂暴，谢巴查知道。那些凝结日久已经失去血色的习惯，那些庙宇廊柱上张贴的观光指标，谢巴查知道。涂抹